面有包粽子，我的粽子有五种口味，然后有这个五香咸肉粽，第一个第二个是 SO， 我的金牌酱 SO 粽，还有一个是三八辣椒，还有一个是羊肉咖喱，然后一个是鲍鱼，鲍鱼里面有那个扇贝啊，有放鱼丝啊，有放肥猪肉啊，咸蛋等等材料。我的外公是一位厨师，然后他有传授到给我母亲，然后小时候我母亲她喜欢煮的时候，我是喜欢跟她学。啊，以前我是自己有两间店，一间呢是在蒲总那温馨楼，大家知道，那是我的知道。然后我那时我每年2014年我就开始做粽子，我开始是卖了，卖不多，到甚至到2018、2019的时候是开始热潮，我的粽子是开始卖多。最厉害的时候是在2020和2021。一年一天拿我可以卖1000多粒，啊，1500粒最高纪录，对，啊，然后现在端午节要到了，我很多顾客找我叫我做回粽子，然后我就专心做我的粽子，啊，吃了的反应我们也是我不停的在改变啊，在这样就做到最好的材料的话，我会用最好的材料。第一，啊，我就希望把我最好的东西带给我的顾客，他们这么支持我，我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带给他们。